在韩国见到明星有多容易，我居然只花79块钱，不仅看了场电影，还见到了顶流明星。韩国一般新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有演员们的舞台问候，因为这次的主角是国民妹妹 IU， 所以票特别难抢。这是我找黄牛买到的原价票，为了见 IU， 我跋山涉水跑到离家好远的电影院来，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女神了，好激动啊。电影我都没看出什么滋味来。对了，男主还是梨泰院 class 的那个朴叙俊，女神的光芒太耀眼了，我都差点忽视他。电影结束就到演员们舞台问候的时间啦。아네여러분안녕하세요드림에서홍보로인사드렸던박서준입니다반갑습니다입장하셔서인사하는시간을갖도록하겠습니다박수와환호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입장해주세요안녕하세요드림에서이소민 PD 역할을맡았던 IU 입니다반갑습니다비도오는데주말아침부터저희영화선택해주셔서정말감사드리고요저희가이렇게또감사한마음을미미하게나마표현을해보고자작은이벤트를준비했어요잠깐만제가두분을일단뽑고그분들과함께기념촬영을한번할까합니다 H 열 不愧是顶流明星啊，看看这些粉丝们。不过能这样近距离见到他们，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吧。